我是看低他，而且在我眼中，他连一条狗都不如。爸，陈忠威，我虽然气他，却还敬他有三分的骨气。可是这个汪子群虽然有才干，却没有人性。淑芬，你这两次对象都没有选对，一次是爱错，一次看错人。 爱错人，你赔上的是自己；再看错，可能连你的孩子都要赔进去。你对得起他吗？不，这一次我不会看错，更不会爱错。我相信子君，爱的是我的人，不是我的钱。我相信他。你对他这么有信心？ 是，绝不怀疑。那我们来做个试验，好不好？你把你名下的财产，所有的股票，全部转给你母亲，并且告诉她，说赵金要跟你脱离关系。 你一文不名，还托个孩子，没有赵家的光环，你看看他还愿不愿意娶你？怎么样？敢不敢？真爱是不用失恋，我相信子权。真爱不是不用失恋。 要经得起失恋的，那才是真爱。你在害怕呢？嗯，怕什么？怕他通不过考验，还是怕将来不敢再相信爱情？ 是好是坏都可以让你认清楚一个人呢。我不要，疑者不爱，爱者不疑，我不要失恋，我不要。当初亮亮要嫁给世元的时候，就是在世元一文不名的时候。 我爸坚持把我遗弃的财产全部转到我妈名下，他可以为孩子成立信托基金。可是，在孩子成年以前，他是这笔基金的法定监护人，别人，包括我在内，都不能动用。另外，如果我们坚持要结婚的话，我爸他。 他要跟我脱离父女关系，老狐狸，想用这招，亲子关系是可以脱离的吗？懂不懂法律啊？蠢！子权，你笑什么？我开心。你开心？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爸他很生气。我当然开心了，这样子我们的地位就平等了。你不再是大小姐，我也不再是长工。 我们是一对平凡，但是相爱的男女。你就好好给我在家里带孩子，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。
你放心，每个月呢，我会按时把薪水交给你。不过，你得把我零用钱。一个男人出去身上没钱，多难看。可是子权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如果我们结了婚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有我，我有你，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小孩，这抵得上全世界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，只是以后要委屈你，以后花钱不能再像现在一样轻松了。没有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卖股票，我们现在可以出售。不准，该给你妈多少给多少，我们不要人家瞧不起我们。凭我汪子权，还怕养不起老婆跟儿子吗？子权，你知道吗？你比我爸还棒。我爸再怎么有骨气，当年还是用了我妈的嫁妆做本钱，而你，你什么都不要。谁说你没有嫁妆？你带了个无价之宝就嫁给我，我的基因是让人害怕，也因为这样，我的婚事一直拖延到现在。我不敢结婚，不敢生小孩。可是现在，我娶了我深爱的女人，她又带给我一个健康的小生命。还有比这更可贵的吗？哎呀，你看你，你出来多久，就这样子把儿子丢给你妈，这样可不行。以后结了婚，我可是会为了这种事情翻脸的。快回去吧。嗯。子权。恭喜我吧，子权他通过考验了。他说他会全心全意爱我们母子，不但不稀罕我的财产，而且我说我要卖点股票当私房钱嫁给他带过去，他还生气呢。他说绝对不可以，他只要我们母子俩嫁过去，他就开心得不得了。他说那是无价之宝。嗯，那当然喽。房地产、股票也不过是有价证券，那孩子还真是个无价之宝呢。他是唯一啊，嫡嫡亲亲我们赵家血统的孩子，将来还不成个聚宝盆呢？你说呀，这王子权他多会算，算盘打得多精啊！难怪他只要孩子，他不要。你妈，子权才不是这种人呢。他要这个孩子是他爱孩子，他想要孩子又不敢生。他说啊，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给他的礼物，让他可以当父亲，又可以不用担心。他家那种遗传基因啊，那是说他是真的爱你了。是啊，爸，说要试炼他的可是你啊，你是看准他，不是真爱我，而是爱我的钱。现在子权已经通过考验了，你们应该也没什么话好说了吧？王子权啊，不是嫁定他了。他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，他还跟你有要求呀？哎，切，他是要我在家里好好带孩子。至于生活嘛，我们省着点用，其他 OK 了。哼，您是该开始学的节省点了。爸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所有的财产不是都要转到你母亲的名下吗？等手续办好了，你就真的一文不名了，所以你非得学着节省不可呀、啊？有什么好吃惊的？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怎么样？你怎么可以真的转移我名下的财产？我当然可以啊，我们说好的不是吗？
这才是游戏规则，这才是这项测试的轴心呢。你要不遵守，可是游戏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子权他已经通过考验了，他说了他不要我的钱，他爱说的算数吗？心里边明白你还是有钱的，嘴巴上说说漂亮话，那算通过试炼了。爸，你真的要让我一文不名啊？妈，爸真的要把我的财产收回去吗？啊，我，爸，你真的要让我变穷人吗？不是啊，赵静，你当真呐？啊？不行了，爸，你不行，你不能把我变穷的。我为什么不可以？本来你所有的财产都是父母给你的，给我的就是我的，我已经成年了，我有自由处理我财产的权利了，不是吗？对，你是成年了，给你的东西是不能再要回来了，可是我可以借由抛售股票的方式让赵氏的股价大跌，到时候你手上的股价会一泻千里，损失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面值。你这个是政策性的决定，不行，他过后会回账的。没错，但是凭你以及那个汪子权的实力，你们有能力在他涨回的时候买回来吗？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？我是你女儿哎，你居然可以这么狠心，为什么？就因为我要嫁的那个人是你不欣赏的吗？你不欣赏他，可是他爱我，他爱我的儿子。这个婚姻可能是我这一生中最真的幸福跟爱。你为什么不祝福他？如果他那是真爱真幸福，表示那是无价的，那你又何必在乎那些看得见的那些俗物呢？反正那个汪子权说他可以负责养你跟你的孩子吗？我倒想看看他怎么个养法，能够养多久。爸，我恨你，我真的恨你。你。